恒仔细细个已经好中意画画，读书嗰阵受到海报大师袁大勇嘅作品启发，就喺2017年嗰阵喺社交平台创立咗武子用专业。之后佢想将武子用发展成事业，就喺19年嗰阵直接辞去咗自己嘅工作，正式成立咗个人嘅工作室。而家佢专注喺手绘怀旧海报风嘅创作，高峰时期每月嘅收入可以去到6位数字。